这帮卡错不错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嗨嗨嗨！就今天闭嘴好看一点吧，谢谢。我今天应该比昨天好看，因为戴了美瞳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今天就是前面嘛，我戴的其实不是这一副，我戴的是另外一副美瞳。然后呢，它就戴着我眼睛特别酸，然后前面我就感觉我眼睛特别小，因为就那个美瞳有点辣眼睛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我就睁不开眼睛。然后后面我就说，不然演一场公演吧。然后后面最后三首歌的时候，还是换了一个美瞳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不累不累。晚上好。阿秋帅的很，这是什么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杰斯，你有微信吗？去你的。晚上好。一首 cos，一首歌 cos 吧，是什么？晚上好，接手一下来，快起来运动。Hello，我就是希望明天漂亮一点。今天的头发其实是我自己做的造型。添加了点歌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我好像看见了，在主页看见，但还没点进去看。哦，哦，像蛋黄的那种，哦，那个是结伴，我也不知道是啥，就是刚刚看见了一个那个主页，然后呢就没点进去。封面是刚刚公演结束以后拍的，然后就拍了三张，就是今天公演又快又慢，就觉得过得好像很快，但是呢时间又不快，时间又是有一点那个了。直播间下面有点歌的，我这里没有点歌诶。Unit 版的结伴，那个 Unit 版的结伴可能，快有了。哦，成员就点不了。今天公演真的是感觉，真的吗？谢谢奶茶。就是我的 unit 就是同行结伴，然后呢，前段时间跳叮咚是因为就是跳叮咚的成员不在，我上去补位。哎，那你今天没跳叮咚啊？没有啊，你在叮咚上看见我了吗？当然没看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谢谢奶茶。就是我。以前有一段时间，我就叮咚跳太多了，我就不是很喜欢跳叮咚。结果这一次回来，我还挺喜欢跳叮咚的。谢谢奶茶。我让大脚看了一点，我让他帮我看我今天丑不丑。
就是大乔不是今天去补染，我头发会不会太红了？你过来我直播看看。我觉得很像我自己染的那种红，你们看多红！天哪，绝了！大乔的那个头发特别红。嗯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这个头发，我觉得眉毛好像有点浓，我明天要涂染眉膏。就是我今天我在那个大乔不是要去补染的车上，我就说我好想染头啊，我就去查了一下，我现在又想染那种亚麻冷，糟了，我亚麻冷灰。你为什么卷发呀、啊、那个姐姐工具。那你明天就不用做造型了。不行啊，就是我想染那种亚麻冷灰，然后还然后下面是渐变的那种。嗯，染发不会掉头发，不会不会吧。嗯，是吧，亚麻冷灰。那我下周就去染。哎，姐姐，你姐染头发染了多久啊？染三个小时。三个小时啊？三个小时。嗯。你连戴假发片了吗？所以。没有。我给你们看，我今天本来要戴的假发片，太非主流了。안녕하세요。要漂。不知道还漂不漂，我现在头发还挺浅的，本来想戴一根，就是觉得有点非主流了。我今天练个腹肌啊。你明天露肚子吗？要。就是大乔说他今天漂头很痛，谢谢巧克力。我今天快痛死了。真的吗？我染头发不痛。这个是粉色，这个是薄藤色，薄藤色。嗯。你要吃绿豆饼？不吃，我今天专门给你买了一坨，我买了两块，我自己吃了一块。不行啊，我今天不能吃夜宵，因为我明天早上有冷餐，我不能水肿。哦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今天晚上点了那个麦当劳，就是平时都不能吃麦当劳。然后今天我们就给，因为一人有几十块钱的那个餐标嘛，我们就说姐姐，我们一人花20块钱，能不能点麦当劳啊？就是那个什么1+1才12块钱，还能点其他的小吃。然后我们就说很好的，很好的。然后大家都在说想吃那个麦当劳，然后姐就给我们点麦当劳了。然后我今天就是很想吃麦旋风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然后没有人给我拼，没有找到人给我拼第二杯半价，所以我就是放弃了我的1+1，吃了那个麦旋风。然后我吃了麦旋风和薯条，我在那个薯条和香芋派中选，然后选的是薯条。一个人吃两个，一个人吃两个不行啊，因为我20块，我不想只吃冰淇淋，我还想吃一点小吃。所以你最后花了多少？最后我的那个麦旋风12.5，然后那个小份薯条8.5，我的那个餐标就不够了，结果他们谁不吃就匀了1块给我。其实刚开始是方琦匀给我的，后来方琦也超了，后面就是反正多了20块钱，我们大家匀了一下，就当成搞笑。我只剩7块了，我就说怎么小份薯条都要8.5，我说我点不起了。谢谢奶茶。薯条蘸冰淇淋，我就没有，我薯条蘸的是番茄酱。
对，是晚饭，是晚饭。然后我本来还想吃那个枪鱼派嘛，不是，就是舍弃了。后面圆圆就给了我一本儿，给了我一小本儿，就是很不错。直接吃不蘸酱，我还喜欢蘸酱一点。今天好乖，谢谢。不饿，我今天就是完全不饿，我就是公演完到现在我都不饿。但是可能热量高吧，那个冰淇淋和薯条热量都很高。我今天在染头发的时候，我都肚子都饿叫了，因为我本来想点奶茶嘛，结果车子他点了星巴克，然后我就凑不够起送，我点最大杯的也凑不够，多少起送？20，连20我都凑不够。现在也不饿，我刚刚快饿了，我刚有一点点要饿的感觉，因为其实我是可能刚刚公演完，然后还没有进入到一个要可以吃夜宵的那种情况，然后我就直接开直播了。我先开直播的前一分钟就是有一点饿。谢谢谢谢，我给你们看，大乔还买了无糖东西回来，他买了无糖麻薯啊，充了多少？50。天哪，充50能干嘛？我也不知道能干嘛耶。为什么买一个糕点都要充卡呀？像我为什么要充啊？他好像没有什么优惠呢。这个沪上苏铺的公众号是不是盗版呀？让大家帮我看一下，这个苏为什么是繁体字？救命！刚刚吃完夜宵，今天开车了才摘口罩。我其实今天本来就是因为当时都说要走，就是这样子，大姐也不用给我修脸，就是懒得给我修图了。结果开车的一秒钟，他堵车了。我为什么要出口？我就说那还是摘口罩吧。他充了50块，是我充进去的。入坑，你好，你好。为什么？糟了，我怎么开始水肿了，小姐？我今天也是，我今天公演我就感觉自己特别肿，我现在可能出了一点汗就没有那么肿。我今天刚开始公演，然后那个美瞳戴着我眼睛又酸，我就感觉好肿，我就很难受，而且我今天头发就是很不好看，我当时就很开始练眼窝肌肉。20啊，你切成小号了。我就说没认错人吧，应该这个口气非常的熟悉。天哪，我都不习惯了，我没有黑色的发型。为什么？你看你这个头发太红了，戴的头发好红。我可没让他给我染颜色，是吧？刚刚发弹幕的时候我还说这个怎么口吻那么熟悉，但是 ID 完全不熟，原来是小号。我真是惊为天人，为什么？小心我掉，你们知道吗？你别在这儿，万一进照管就完了，人家不要坐这儿。不是我只有在这个地方。好无语啊，你赶紧离我直播间远一点。真可怕。你们知道大乔干嘛吗？他没穿衣服。天哪，你他这样子躺在沙发上，我好害怕镜头怼过来。你赶紧冷开，你怎的？你有事儿吧？我就是怕了，我怕。你赶紧倒了去。不是，他可能准备去洗澡了。
天哪，你简直暴露了镜头外的我。吊带，吊带，夸张手法。关灯，关灯。我只是我很喜欢这样，不会什么都没穿，只穿的太少了。什么都不穿可还行，我就说你们怎么打问号打那么快。嗯，穿了一点儿啊，一点儿。那就要收拾房间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以为大乔今天就是染完头发就能赶紧回来把就是房间收拾一下，没想到他比我到房间还到的晚。嗯，还直播事故。谢谢奶茶，我明天就要喝奶茶了，家人们。我也要喝。我后天不用早，哦，不对，后天有拆盘还是握手？谢谢谢谢。你还指望？对，我今天就是走之前我就说你染完头发回来赶紧收一下房间。冷餐有喝的别买了。好的，就是如果冷餐有喝的我就不买了。你假装萌新。哦，对了，给你们看，我爸爸昨天就是他就给我们寄了那个礼物来广州嘛，然后呢他就刚好卡在昨天到，他本来说刚好要卡在昨天到的，结果前天早上还是下午的时候到了。然后姐姐你过来帮我拿一下，谢谢大婶。然后呢就是摆在门口嘛，有一个那种三角形一样的东西，一个快递，我们就说这是啥呀，也没有买呀，因为我们外面其实还有两个大件行李就是拿来收纳房间的，但是没有时间那个了，就是没有时间收，所以现在先摆在外面，结果突然多了一个大件的快递，然后呢就知道是爸爸寄给我们的礼物了。然后昨天12点钟准时打视频过来，就先给我们看了那个印章和那个给我们写的字，然后后面我们就拆这个，然后呢就是很惊讶。对，我要开始学吉他了，但是我感觉好难，就是我不是很早之前就说我说过我想学吉他嘛，然后我当时回家的时候我也给我爸爸说过，就是说过我想学吉他，他还说因为成都有一个专门卖乐器的那种一条街，他说带我们去那条街看一下，然后后面就是我说反正时间什么的可能也不太行，就是还没买，然后我爸爸就给我买了。然后昨天我们拆开的时候就真的一个大震惊，就是而且是我人生中第一把吉他，然后还是18岁的时候，就很有意义，我就爱不释手啊，家人们。嗯，霸王吉他给你们看，我超级喜欢，我在抱着它怕放这儿，我给你们拆开。姐姐帮我拉直，哦，在这儿给大家显摆一下，我不会弹，但是我很喜欢，就是那个镜头，大乔已经到那边了。OK， 我这样把我穿条长裤，我还怕我把腿架起来。姐姐讲甭来还可以吗？我衣服都没穿，让我拿啥？等一下大家，我好害怕呀，我很害怕，哎呦，等一下，这样吧，大家等一下我去换一条长裤。哎呦，这样，换条长裤。
你回去洗澡了，你把车收一下记得。回来了，好害怕啊！啥？来了来了，我把这个架在这儿。刚好我坐在这儿，对呀、啊，我就换了一条裤子。今天的发型和妆容和昨天好像，对呀、啊，昨天没有洗头也没有卸妆。我超级喜欢他，我不会弹，我可以摆拍，我会拿，但是我不会弹。这个，哎呦，很大一个，就是他刚好和我差不多。我给你们摆拍，我会摆，但是我不会弹，假装会弹。把这个桌子移开，站起来比，我给你们弹一首，我不会，谁笨拙？我昨天看了那个谱子，完全不看不懂。我昨天本来想熬夜学的。这样吧，谁给我加一下音乐？哎，算了，姐姐，算了，我自己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他该怎么放？能不能帮我弄一首那种吉他？帮我放一首几个吉他乐，姐姐，吉他。对呀、啊，我会弹吉他，马上给你们弹，真的会弹。哎，你旁边有个手机，但是你帮我放一下，你帮我放一下，搜一下。快快快！给你们直播弹琴。哎呦，就是那种吉他版的东西，简单一点的。假弹？谁假弹？真弹！过来，借把音乐放过来。哦，南方姑娘啊，不要神话，我好讨厌这首歌，幼儿园的时候隔壁在放。啊，不要这首歌，快切快切歌。成都也可以，成都也可以，快切切，我假弹了。帮我把这个卡子接出去，拉过来一点，我害怕我弹出声音。到怎么拿呀？哎，我会弹一点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这个在中间，一个在中间，这是这是琵琶吗？我的右手这儿，
这样。左手换和弦，和弦是什么？这样吗？我看你用这样弹的。哎呀，我学会再给你们弹吧，太假了。等一下，姐姐，苏吉拉开，不要了。给你们弹一点那种吧，嗯，就是我最近学的那个狂想曲，大家笑纳啊，就是第一个学的是狂想曲。不要笑啊，就是给我打好听。不好听吗？很好听啊。真难，算了，等我学会再给你们弹。主要是要给你们看这把吉他，手指，手指啊，不痛啊，不痛。唱个 rap， 可以用吉他唱 rap。其实我学的是大提琴，其实我学的是大提琴，家人们。姐姐，我学的是大提琴。好的。噔噔噔噔，谁给我 P 一个那个？你的唱剧队的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那个剧队那首歌其实是我拉出来的。算了。嗯。哦，大提琴是放。哦，大提琴是放地上的。哦，小提琴才是放的。不是，我弹的是大号的小提琴，谁懂？能懂吗？谁懂啊？没有人能懂我吗？我弹的是大号的小提琴。笑什么？都不懂，你们都不懂我弹的是什么小提琴，你们就是在笑了。好了，我给你们看悲伤才好看，悲伤特别帅，我太喜欢了。我给你们要照一个悲伤的，这个是我以后出去上课的那个时候的穿搭，真帅，太帅了。这个大提琴太帅了，这个包。哦，这是吉他，吉他包。这个真的很帅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样子看着不是很帅了。哦，等我以后出去上课的时候给你们拍反图，帅吧？谢谢奶茶和大闪，真的很帅。这个我就已经幻想到之后，多帅，太帅了。好了，直播了，直播了。我昨天已经就是背上试过了。嗯，爸爸买了一个挂件，谁买了一个挂件？等我之后背上它，就是去上课的时候。嗯，我现在打算先自学一下，因为我害怕我的基础跟别人的基础不太一样，所以先自学一下，然后让老师以为我很聪明。
对，我去上大提琴的课。上手很快，真的吗？就是我的左手和右手如果同时用，我感觉我脑子跟不太上。你记下，真的是开发脑子，他要左手和右手一起，多难。但是我会弹那个钢琴，十只手的那个，那个叫什么《梦中的婚礼》。哦，不对不对，这两个咋个唱啊，姐姐？天鹅，我会弹天鹅。哦，我会弹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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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十只手指，我只会弹那个的一节一段儿。四小听就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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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会什么乐器？我很快就会其他乐器了。谢谢巧克力。而且下周好像就是没有新要学的东西，那我就学吉他了。谢谢权杖，谢谢小提琴，谢。酷酷的，为什么要买拨片啊？不是用手弹吗？要用拨片弹吗？我看别人弹都是用手弹的。我说谢谢小提琴，谢谢送的小提琴，一定是刚刚看我弹了小提琴才送给我的。扫弦可以用手扫吗？哦，用拨片方便。那我以后如果弹吉他是要在手上按一个那个吗？我刚弹的就是啊，我刚刚给你们弹了一个吉他，也给你们弹拉了一个小提琴。既然没有 get 到啊，真的很疼吗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弹过。广州有啥好玩的地方？那个中泰国际广场三楼很好玩。没感觉是小提琴吗？我刚给大家拉了一个小提琴，我说的是拉了一个大的小提琴。初剪，好，你们以后看见我的，好好看一下我现在白白嫩嫩的手，我之后就是有剪了，有老剪了。哦，弹琴了。哦，那我以后就是给我手弄一个那种。谢谢，哇，跳动音符竟然还在，谢谢跳动音符。我以为这个特效没了，感觉是很久之前的特效，没有想到我刚刚就是假弹了一下就把它给跳出来了。我现在手很好，完全没有茧，之后就会有了。现在好像没有感冒耶，卡，哦，卡用户的，
很刻苦，之后就有了。嗯，和弦好按，但是虽然如果手好按的话，那我脑子希望能跟上，就是说会破皮呀、啊，破皮没关系，那我多买几个好看的创可贴。你的意思我大概猜一下，这个英语是说很想看我弹吉他。OK， 我会快点学的，大家。啊，能教我弹吉他？嗯，这个不太好吧？你如果能教我。就是大家在这个弹幕上给我打，我脑子也跟不上，也就是说，我也会好好学习英语的，我要提升自己的口语水平了。那以后弹唱不是跟就是我已经计划好了，因为大乔目前对弹吉他不是有很大的兴趣，我就说那以后我来弹吉他，然后你给我伴唱。同意。现在这四首歌。因为我边弹边唱，脑子肯定暂时是跟不上。我就让大乔唱，我弹。rap 也可以吗 ？rap 可以弹吉他吗？rap 也可以，那我必学的第一首歌绝对不是小星星，绝对先写一首 rap， 旋律 rap。哦，这样。四川话 rap， 那我先学一句，老子明天不上班。那个老子明天不上班的 rap 能多久学会啊？如果能在这周天之前学会，那我周天晚上弹给你们看，因为我周一没课的话，我就刚好能用上。我还是，反正我刚本来还说什么直播来学吉他，然后呢大家就见证我的学习过程，后来想一下，万一大家看到我这个学习过程，就是那岂不是暴露了我的那个学习进度。对，还是给你们一个惊喜吧。不过吉他还是就是没有那种速成嘛，我感觉我干什么都喜欢速成。你们以为我会弹吉他吗？嗯，谢谢巧克力，一步一个脚印。好吧，那大家见证一下我的那个成长。我今天那个狂想曲就是我的直播第一弹。你以为我会的？好，我那我学，到时候学会了以后弹给你们看。以为会，不是，其实我是一直想要一个吉他，然后呢但是我又不会，然后呢就是又没有计划说能多久抽空出来学这个吉他，就是一直很想要，但是呢又觉得好像要了以后就是会不会没时间学什么的。
今天播多久？今天播一会儿。跨年唱，你说跨年是跨的今天到明天的年，还是跨年的年？明天不上学不错。2021到2022的年。哦哦，就是真正的跨年。妈妈送的花在那儿呢，在桌子上，没有用花瓶，因为没有花瓶，但是把它就是摆得很高。哎，我就说今天一回来整个屋子都是香的。圣诞节有圣诞公演吗？你到时候圣诞节就知道了。我其实暂时也不知道。嗯，是真的话，真的话。好的，好的。对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然后，但是我给你们说，那个就是送花的那个，就今天的那个小哥，他早上来了个，就是属于是电话轰炸了。就是当时真的很困，然后好像八点过快九点的时候就开始打电话，打了至少五个。然后当时我就是一个，你的都要过期，不会过期的，快过期，但是小乔不会让它过期。没事没事。啊，花枯萎了是当肥料的吗？还有几天就过期了，放心，我不会让它过期。还搞清晰是吧，真的很浪漫呀。然后我昨天就是真的就是很惊喜，就首先我爸爸送的那个礼物，然后呢我就觉得真的很有意义，而且我觉得就是我感觉我爸爸的文化比我好一点，就是写的很深奥，然后我就感觉真的就是不愧是我爸爸的感觉，就是真牛。就是很有意义，因为我一直在想，就是18岁会送什么呢？就是我就是完全想象不到，因为第一次18岁，就是没有想到过，就是会送什么，结果就是很有意义，所以我昨天就是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嗯，啊，我不浪漫。嗯，那个印章我以后握手会给你们印，那个就是我名字的印章，然后旁边是爸爸给我们的寄语什么的，然后那个章就是18岁的那个章，就是18岁我名字的章，那个章是我的名字，然后旁边才是对18岁的我们的话，然后那个章还能印。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红色的那个印泥，就是可以拿来给你们印。明天，对，明天要稍微起早一点，但是我明天就是久违的冷餐呢，所以不能水肿。你们明天记得看我助演啊，真的真的要看。就是不是一首歌。就是一半儿，就我很紧张，第一次跳这种。对，我明天有三个助演，第一个是帅哥，第二个是帅姐，第三个是第三个不知道风格。对，
然后我不知道我主演奶盖的那个答谢公演是明天还是后天。跟大乔没有合作，就是明天跟大乔没有合作，不是玉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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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不是帅姐吧，就是一个，我不知道算什么。不是流氓，又是流氓。我感觉我演过最多的就是流氓。哦，这样吧，第一个是剧情版，然后第二个是舞蹈版，第三个是另外一个版。什么时候遇见？第三个好不是很神秘，因为我一说他就完全暴露了。但是你们不要太大期待啊，也要期待他们三个的生诞都要期待，是不要对我说的这个产生一些期待，并不是一些就是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明天给你们说吧。不神秘，不是神秘，你们不要到时候说我的那个就是什么了。对，明天看了就知道。然后明天建议大家在，如果你们要来现场的话，可以在你们的右边，你们的右边。就是三个助演中你们的右边多一点。不行，你们要期待。正好正好，那就不错。我明天起来早一点。好像是你们右边多一点，哎，不对呀，就是我第一个主演在你们右边多一点，第二个主演在你们的左边多一点，第三个主演在你们的右边多一点。但我不知道他们的表演顺序，反正就是灵芝的主演在你们的右边，然后呢，舒淇的主演在你们的左边，然后许楚文的在你们的右边。啊，跑着看。屏幕粉丝。明天有拍摄吗？天哪，那我明天得漂亮点。用那个 B 站的那个直播平台比较好，口袋四八有点卡。舒淇在左边，舒淇在。就是跟我跳的时候啊，他在你们的右边，我在你们左边。舒淇反复横跳，我只是说我那一段的时候。不会，田亨又开始运，大乔又开始运动了。因为我怕想到明天录胳膊。为什么？我明天主演明天的时候。哦，我 girl。救命啊！天，我在直播，大乔在运动，一个字卷。没有没有，我没事，我今天跳公演消耗比较多。我才下两个小时步，但你吃的多。他今天吃了饭。我
啊，我这没给你们，没给大家拍照片呢。冷餐，我冷餐希望在你们的右边，我希望我这边脸对着你们，因为我这边脸好看，我这边脸真的不行，我这边脸太圆了。就是希望明天，就是我一定要用这边脸对着你们。我今天是发誓不吃夜宵，绝对不吃夜宵。我这个下颚线都圆了，我前段时间有一次下颚线是有形状的，现在就是很圆。真的很圆，而且我肚子好大呀，我屌，我那个腹肌都没了。我不吃冰淇淋，也不吃夜宵。我会练回来的。我真不吃冰淇淋，我就是有那个小肚子，不是小肚子，是大肚子。我下周就练回来。我是说我今天关了直播以后不吃。对，我的腹肌可能要选择香那个。三四九。哦对，我的腹肌其实一直在，可能脂肪比较多，过两天那个脂肪减下去就好了。没有改口，我就是说今天不吃。打个电话，喂，就是肚子啊，你多久？肚子。冬天，那个冬天真的会囤脂肪吗？我希望别。我问腹肌，喂，那个腹肌啊，你多久出来？两天减脂能减多少？能减，我真的，我就是减肥很快，就是我一胖真的很快，我一瘦也很快。哦，我是说就是那个脸的大小。哦，你家猫都胖，我家狗狗都会胖，我家狗狗就会变成一个小肉球。太可爱了。对，很可爱，就是它又小又圆，然后就很可爱，我屌。哦，我们那个中心的下面有一只小猫，然后它叫的时候是吊吊吊这样叫的，然后他们就把它叫成小小乔，就说因为小乔喜欢吊，所以它叫小吊，就是小小乔。明天九点，不，明天十点钟发车。真的，今天子欣给我说，对啊，他们说是你的猫吧，我说可能是我的猫吧。多睡会儿，多睡会儿。对啊，它是我，可能是我的小猫咪，小吊。因为我对猫毛是有点过敏嘛，所以我们房间肯定养不了猫，所以我经常下去看小吊。我以后打算，就是每天告诉他，我是你的吊姐啊，记住。我是你的亲姐姐。就是他叫起来是叫叫的，然后呢，然后我喜欢说叫，所以他们就把他叫成小叫，也称作小小乔。对啊，叫姐，我是小叫，我是你叫姐。帮大乔忍耐。
三胞胎，对，就是一个三胞胎了，是不是？小小，很小小 girl 很可爱。嗯，什么小乔是小直的，小吊是弯的，小告是小吊是一只小猫。你竟然对小猫说这些吊话，那你真是太吊了。可以，我下次见到小小吊拍下来给你们看。嗯，好，我下次把它掉的声音发给你们听。好了，我再直播四分钟，我就关直播了。来个酷掉。明天再给大家多直播一下，嗯，因为我一会儿关了直播再去看看我明天冷藏穿的衣服，嗯，对，大家早点休息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我希望明天一定要长漂亮点，长漂亮点，因为很久没有参加这些特殊 unit 了。还没拜拜呢，我还有三分钟，大家两分钟才能陆续退场。嗯，明天两点钟直播过年，谢谢生日礼物，连播，母亲们连播，还有两分钟。说不过他们，晚安晚安，好了，大家可以陆续退场了，拜拜，晚安晚安。晚安，大家不会要在这里刷两分钟的晚安吧。晚安，明天见，谢谢大神。谢谢生日礼物，还有两分钟。哎，我怎么发现刷晚安的时候人都变多了，那个弹幕的那个飘的速度都变快了。谢谢谢谢，还有一分钟，谢谢生日礼物，拜拜，大家可以陆续退场了。谢谢生日礼物，拜拜，还没到，谢谢生日礼物。还没到，我今天说了至少100次晚安了，晚安乘以100多次了，到了到了，拜拜，晚安，明天见。